两个鸡蛋，儿子一个鸡蛋，儿他爸两个鸡蛋，儿子一个鸡蛋，剩一个给谁呢？给儿他爸爸。你够不够吃啊？我够吃不够吃，好像还差点。儿子，这样你别吃了，都给爸爸。都给我了。哎呀，好，妈，那我吃啥呀？等着，我一会儿给你上道硬菜。哎，一会儿还硬菜呢，先吃口面吧，不然这点面也被抢走了。硬菜来了！哇，这么大！一会儿等你爸吃完你再吃啊。行行，哎呦，这啥硬菜也能有啊？就真的没啥硬菜。一会儿有好吃的，我也不给你吃。太饿了，先吃点我的手撕素肉吧，都是独立包装的，吃起来很方便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一口咬下去 QQ 弹弹的，吃起来像肉一样。我来点。哎呀，挺好吃啊，反正有点肉味似的。肯定的呀，是素肉。有点扣扣弹弹的啊，挺好吃。给我来点。我吧，他还挺愿意吃。家人们，给大家介绍一款好吃的手撕素肉啊，它不仅好吃，而且啊，它是由东北优质大豆制作而成的。你看啊，它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，是有香辣味儿跟孜然味儿的啊。现在有活动，9.9给你发30包，而且还包邮呢。你出去玩啊，看个电影啊，在家里当个零食啊，都是不错的啊，非常方便好吃。东西也给你放在下方小黄车了啊，喜欢吃的可以多囤几单。好吃。肯定好吃啊，好吃好吃，这是湖南特产。真好吃。太好吃了，一口一个，根本就停不下来。这也太好吃了。那好吃呢，老爸也很愿意吃，看来我得再多囤几单呢。口口弹弹啊，真好。那可口口弹弹还能拉稀呢。吃你的硬菜吧。你吃你的硬菜吧，我这些够我吃了，我也不跟你抢。你不抢啊？真不抢。你确定啊？哎呀，吃我硬菜了啊。看我硬菜，不是牛排就龙虾。到底是圆还转了头呢？哎呀，我哎呀，这难免抖胖了。